譬如林康正咁樣做法，我個月俾翻18,000佢，咁你不如出去做個 waiter 啊？咪就係、是，係嘛？做鴨都好啊。唔係話林鄭出我糧添啊！我係你啊，你啊，絕對有資格咁講。唔係咯，林鄭啲月薪啊，有一個月最少我俾任家產，我可以屌柒佢啦。你又未俾夠一個月，你最多俾咗大半個月嘅啫。我知嘅呢啲。